可是我觉得东京迪士尼有三大地雷会引起男生吵架。哦，刚刚讲过就是买很多东西，大包小包，你刚从东京迪士尼搭电车回去，从武滨然后再转到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滨松都的超远，那个男生真的会踢笑，因为女生又扛不动。可是你买的，你看一二三四五包，这一定是要男生提的，对，就男生很不爽。好，等一下你先不要对老黄灯，老黄灯，老黄灯，他心里苦，好，那个五代都是他在提呀，八代，好八代。还有我们刚刚就讲说买什么披风啊，对，可爱的牛角啊，就是全部逼男朋友一定要弄，就像这样，然后还要拍照留影。你看，你看梦多有多可怜。不是啊，我没有跟他去过啦。还是梦多是胡迪那一个，都被逼的，对不对？男生，对他们就是一定要披这个什么史迪奇的披肩啊，然后或是他们有很可爱卖爆米花的那个桶子，男生就女生玩说啊，我要去玩那个玩这个玩这个，然后就要男生背着，然后身上就要背一个这么大的史迪奇在那边，其实男生对他们来讲很蛮丢脸的，男生说就是被自己的朋友看到，觉得就是很这样不像男的这样很娘这样子。另外一个就是。他们有非常多的这种，比如说蝴蝶，尤其是米老鼠。你知道跟米老鼠拍照，你要排3个小时，有对，很久，超久，比热狗还久。你知道我一个情侣朋友，你到底要吃多少热狗？我跟你讲，潘老师要吃的食物热狗还不是最久，最久是火鸡腿。对，火鸡腿要排50分钟，因为要烤，多10分钟。我跟你讲，那个肩膀都晒伤了。我的一对情侣朋友，他们去就是男生就是帮他排这个，然后排到那个晒伤，肩膀晒伤，分手。哇塞，就整个就很不顺啊。所以东京迪士尼大家这样想一下，所以原来这么欢乐的地方居然是分手景点。这个一切都是谁搞的？就是日本人。福米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讲的我都同意好不好？因为这个他们讲的我是其实已经国小生都知道了。现在日本有一个地方，以前是我们本地人很有名的地方，但是现在慢慢应该是说特别讲台湾或者亚洲中国，就他们就开始就越来越红的一个地点叫江之岛。江之岛是一个那个，你们有没有听过 Slam Dunk 那个光篮高手？灌篮高手，灌篮高手，一个篮球的漫画。灌篮高手，有听过？对对，那个漫画的一个里面的一个地方的地方，那个 model 那个地方，里面一个地方的地方。对，然后那边有一个传说，叫说有那边有一个神命叫变天，听到变天生命。为什么让情侣分手？因为边田是，其实我记得台湾也有这个东西啦，我记得就是钱的神，关于钱的财神的神，对，财神，他叫财神啊。我们财神不会让人家分手，对，那财神，对啊，那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，为什么每一个日本的三大边田地方都会分手？那我就研究研究一下。那我现在给你们看这个地方，哎，这地方就是那个江之岛那个地方，嗯，那这个地方呢去了就。就比方说这个，怎么没用啊？出来面对！那个罪魁祸首到底是谁？是莫言的大会吗？抱歉。然后这个叫那个江之电，那个这江之的只有江之的那个电车。电车，哎。那边一个张丸站，张丸台。扎旺台，对不对？扎旺台，对，扎旺台，扎旺台，那边那个下面那个，对，扎旺台，我以为那是一个精灵在喷水嘞。对，那是一个变天女神，然后那个女神会嫉妒女神，对，女神会嫉妒情侣呢，所以呢，那不情侣不能去那边呢。哦，就这么简单，他讲了10分钟。对啊，人家3句话就讲完了。那我就是外国人啊，没办法，他是台湾人。好了好了，算是画图好了。不要生气，下面一位。那有一个地方，其实你知道，你就算是去玩那种游戏的东西哦，你要知道自己适合哪一样东西啊。你要年轻，基本没有在怕的。但是有时候到一个年纪的时候，你是没办法去这样玩，先跟大家这样玩的。你如果见小梁，你现在没事叫他去高空弹跳，你敢不敢去跳？怎么可能？是不可能的嘛？他不可能，因为高空弹跳要花钱。对的，对，不是胆子的问题。那我跟你讲，我先去了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杜丽应该会熟悉，是在美国的地方。那个地方要美国是不是？是美国，美国，去美国了。哦，好远。米果，那是米果。米果什么地方呢？这个地方叫做 Magic Mountain。哎呦，哇，很
这个叫做魔术山，这个很有名，对不对？而且我跟你说，我第一次跟这个女朋友去的时候，原因是这样啊，她说就是巴黎不关岛那一个嘛？不是，是另外一个，就是在美国练。因为我到底要跟关岛那个纠缠到什么时候？我那时候在美国练舞的时候认识一个舞者，他在那边的，所以他就带我去了这个地方。台湾人？那是算台湾人？台湾人啊，因为他潘老师不会讲英文啊。谁说？可以，好来。然后也就是这样，他就告诉我去这个地方，我真的是去了。你知道 Magic Mountain 其实我当时我也想说了不起，就是就像 Disneyland 这样，我可以玩一些小朋友玩的这些东西嘛。好，我就跟着去玩。可是我没想到我去的时候，他们要签一个所谓的切结书，就是那个是20岁以上，他满20岁以上是18岁以下不让你进哦，20岁以上成人才可以进去的。那我们也不知道，他们就签嘛，他就直接进去了。进去玩的时候，第一次玩没有什么，就是云霄飞车，它有分很多种等级的。我们一般云霄飞车讲要上去大概是1分钟2分钟，哇，很快。它上去没有到5分钟是不会下来的。哇，这种转法是正常的。那我玩了1次2次的时候，我已经有点戒心了。我就说，哇，这样玩下去，这个心脏真的负荷不了嘛。对。那你知道我在，譬如说好 ，OK， 就玩累着坐下来吃点东西。他说我还要再去玩一个东西叫做 Superman。所以你从年轻的时候就怕饿，不是怕高，怕饿怕高，不是怕旋转。你都不怕？怕饿。你去玩玩那个，我告诉你，我跟你怎么样形容？我们现在坐在那边吃东西，然后有一个人从上面这样，就从上面这样飞过去哦。就发现有一个人啊，这样飞过去，你知道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什么？他有一个东西叫做高空弹甩，哦，那个很好玩，哇，很好玩，蹦，咻，他就把你从人从这一头丢到另外一头去，它是两个大网子，他就这边接着你，然后你再吃东西就到加拿大，你吃东西吃就发现啊，就有一个人就过去了，就过去了，就过去了，然后他就说我要玩这个，他就说我要玩这个，哎。你知道他在那边甩的时候，那个甩不是那种咚咚那种，他是这样可以乱甩啊，然后甩转一圈之后，人就那个绳索就放掉，然后人就从旁边这样飞过去。哎，可是那个很多人这样玩呢，因为这20几岁是这年纪，大家每一个人都想要这样玩的。对，好好玩，他就说他硬要玩那个，我说我死都不玩。他说你没出息。又没出息。他说我没出息。我有出息，我不用在这边证明我有出息玩这个嘛。他说：“那你不要玩这个，那你跟我去玩 Superman， 你知道 Superman 你知道吗？好玩，好玩，3秒，对，从这样哦，100公尺那么高，这样，咻，3秒上去。对啊，你一上去，那我想说那个应该没有什么关系。你，我跟你讲，我到上面后来下来哦，我大概有15-20分钟，我没有办法讲话。心脏蛮弱的耶，你没出息，上去，然后到那边停了。”咻下来，你会发现你一个蛋哦，在上面就停在那边，然后人下来的蛋没有下来，还在上面，你知道那个很多恐怖吗？那个太可怕了，它是直立的，对你没有时间去对焦，你上去的时候你好不容易啦上去了，然后你下来的时候是背下来的，你人整个下来就你整个东西都。整副都还在上面，整副什么？整副有蛇丸啊！你玩了没？那个哎，哦，那个太恐怖了！我就说为什么人可以活得好好的，要去受这种去折磨？可是杜丽觉得很好玩啦，非常好玩。他说，杜丽上去整副都有带下来。我陪这个，对啊，杜丽那个构造不太一样。对，我们就这样玩两，我光玩了那个。光他讲那个高空弹的跟那个 Superman 两个，我这一整天没有办法玩的。那你没有去玩蝙蝠侠啊？没有哦，蝙蝠侠那个哦，那个是还好了，那个还那个因为 Magic Mountain 里面有太多是莫名其妙的玩法。人家开那么久了，是你莫名其妙。他有一个绳子，杜丽你知道有一个绳子，两个绳子绑在那，交叉绑有没有？就像一个交叉的绳子，然后人是绑在中间，他什么甩上？一边甩一边吐。我干嘛花那个50块美金去玩这个，然后吐了满下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回去的，从来没有人找到自己的出口出去的。然后他下来的时候都是有人扶，一定都是两个人去搀扶。我说干嘛？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对啊，吐完又饿了。我跟你讲，后来我跟他分手，我就自己走了，我不玩了，因为我觉得我玩下去。后来就分了吗？对啊，分啊，没有啊，因为活不了嘛。没有你女朋友怎么活？活不下去你怎么活？你没有办法活嘛。而且讲你没出息，他叫我没，他说我带你来就是给你考验。
我那时候很想给他一枪，你知道吗？你带我来考验我干嘛？受这折磨，我又欠你什么钱吗？对不对？你上课钱、舞蹈钱也是我帮你付了，你吃东西都我帮你付，你要不要把我搞成这样？我自问我这样，我连路怎么走回不去耶？我跟你讲，救护车都在旁边哦，六台，他就固定在六台在那边，然后都没有，你说没有人走，救护车没事十五分钟啊，就走一台，就走一台，好可怕！哎，他那有很多车的，哦一哦一就走嘞。我出去的时候有进去只有六台，我出去形容的比猛鬼乐园还恐怖。你去一次，你只要在里面，你可以玩超过三项以上，你回来的房子算一半是钱算我的，我帮你付。真的假的啦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哦，按下铃铛，让你及时收看最新影片。欢迎看我们这些精彩的内容，赶快点选这些影片哦。